当当还打野呢。敌军还有三十秒。哎，这不螳螂 S， 哎呀，这不螳螂 S 三出的还是 S 出的？我想起了，一看见这螳螂的卡兹克这个霸天异形的这个皮肤，我就想起了以前我直播，我第一次直播就是用的卡兹克。那个时候直播得去面试，去 YY90001。去面试去。哎，干哈呢？我马上到。W 我 A Q 平 A 平 A A 掏 nice 一血，这怎么回事啊？闪现 A 点燃掏，你怎么的呢？我不打你呀、啊，你给我在面前装备肯定是不行了，装备。想一开始啊，我在那90001待的还是不错的。突然之间，我们的人气不行了，我就想该怎么办呢？我一看别人都有推荐位，我没有，我说这推荐位怎么才能得呀？有个人跟我说，需要签一个合同，才能给推荐位，并且还给我报销。他给我报销我的电脑费，我说这好事行啊，夸我当时我就签了，我很快啊，签完以后电脑没给我报，后来呀，这管理啥的也找不着人了，找以前的管理跟我说他离职了，跟我说离职了，我说你有没有认识的人，不回我了。算了，往事不再提，一提都是伤心往事。老蜘蛛居然感慨我分心了。谢谢白晨城的办卡。女神之泪，你要听？不说了，现在我直播啥我也不敢说，真的，我生怕我哪字说错了，明天我人没了。你们家还有嫂子在这儿呢，家里有女人。来 EQA WA 再 A QA， 漂亮蛤子，点个赞给蛤子。嫂子有你们呢，哼，兄弟真不是埋汰人，就直播间在座的各位，有没有哪个觉得自己的颜值能与我媲美？我估计啊，现在有很多人羞愧的低下了头。我一掏，
把掏 W 溜 A 一下，再 A 一下，掏一下 A 一下，再 A 一下，再 W 溜一下，掏一下，跳走。别着急，他有点炎，明显的就是有点炎，知道吧？很明显，我们不上他的当，我们回家了。蓝没了，灵蓝了。谢谢齐地，齐地，齐地。说实话，我真比你好看。我也就是家庭不行，给我耽误了。要不然现在啊，就是那种小鲜肉，你那。什么什么什么虾呀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这就得变成我。我跟你说，那女粉丝就得成片。W，嗯，来人了，这一瞅就是啊。抠一下，打破了一下，致命点炎，抠一下啊 ！A， 别急啊，一抠二电，螳螂都能一抠二电，我是没想到的。真的，我一直认为就是我的家庭给我耽误了，没有得到良好的这个教育，还有我的这个颜值没有得到良好的发挥，飞走了，这不至于吧？这，哎呦，哎呀，你。真吓人呢，瑞文这都能空大，瑞文空大其实很正常，你玩你也空。瑞文的大招其实不好中，我跟你们说，你别看他那个弧他大，他不定着人啊，他不好预判那玩意儿了。我们中路来一波啊，来，我们直接一 Q A W 溜平 A， Q Q， 还能不能让我 Q 一下了？猴哥怎么不做近视手术？我害怕呀！再说我近视手术，我还怎么直播？打吧溜。好右，再打吧妞，打吧妞 ，A 掏，掏，打吧妞 ，R 走，走位，点炎。Q A 八八六再 A， E 完了。
抽 A， 拿不能回血。哇，我没回上来吗？哎，我以为他断了，我天哪！你直接上去 W 一个飞踹，他就死了。哎呀，你还有闪现，没事，让这绿文值点钱。我近身 W 回血能回160生命值，刚才一刀把我砍了，斩了，为啥呀？这是为什么呢？我直接一 W 二连 A 接掏平 A， 平 A 掏一下，这瑞文怎么这么猛？这瑞文，哎呀，这瑞文呐、啊！看来我们不能硬跟他干了，还是得跟他小耗一耗啊！这打人太疼了，给我一套秒了。虚区是真是有点高啊！哎呀，这波这是拆我好几层打皮呀、啊！一个零杠四的小子居然变成了二杠四，不可思议，简直不可思议。准备收割，赶紧，我也得吃他两层塔皮，把他塔皮给他吃了。我打不了，慢慢打不了他啊！我再打不了 ，Q， 掏，打不了。八六，一 Q A， 八八六，死了，孤立无援，再来一场，哎西，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小伙子，我猛的一批，塔拆完我们升十一，哎呦我还死歌了一波，双压。先打个红 buff 去，魔切也出来了，无敌了，回家出德克萨斯木印，可以开始我们的收割模式了。大路兵这波不要了啊！
这小鸡儿给他掏了，这谁呀？哎呀，这大树！来，一上来 W 减速开 R A 木印触发，再 R 一 W 闪现，这波快跑！这波真是有点拉胯。没太操作好啊，这波我刚直接进人群了，吓得我立刻就跑了，给我吓完了，给我吓的。还好他们啊并没有集火，我集火我们就没了。吃了两个亿，很明显这一把我们是需要一个那个水银海的。插个针眼来，在这等一下寒冰。哎呦我靠，简直了！这怎么哪都有这蜘蛛呢？烦死了，这蜘蛛！这蜘蛛啊，这蜘蛛！蜘蛛专吃螳螂，蜘蛛。没事，上一波寒冰把那个加血交了。这战绩怎么回事呢？怎么才杀了五个人啊？我感觉我都杀十个了。上一波让你跑了，这一波给我死！蜘蛛是吧？嗯，吃螳螂是吧？啊，你给我死！是喜欢吃螳螂不？蜘蛛，今天看看咱俩谁吃谁！个小昆虫，那么兄弟们，问题来了，到底是蜘蛛能吃得过螳螂，还是螳螂能打得过蜘蛛？我觉得主要得看品种。干起来了，我们收割一波吧呢。这也不好过去呀。我寻我打那艾克一个措手不及，这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吗？这女警那么猛吗？女警快死，女警死了我们就能收割了，我赶紧收割一波。好，女警死了。 W EQA 为什么又失忆了呀？这蜘蛛可太烦了，这蜘蛛！我坚决我得来个夜刃之风了。哎呦我，艾瑟被超级兵打死了。
我今天必定在野区等一波蜘蛛啊，等一波蜘蛛，我们等着这个蜘蛛来野区，去丛林之中，我们找着蜘蛛去，看看他到底打哪个野。出门，你别紧张啊，你紧张啥呢？来，这里有眼儿啊。他有眼儿，我也过不去了呀。啊，蜘蛛。蜘蛛是吧？小蜘蛛，我操！来，蜘蛛，给我追蜘蛛！好狙，滑板溜一抖。我 W 蛤蟆回血，来，苏哥，轮到我啦，扛他，你扛啊！蜻蜓没点成谁，一 W 二连，掏死飞 ，W 减速，蜘蛛敢来吗？蜘蛛啊，我就问问这蜘蛛敢不敢来？这蜘蛛，我给你个 W， 这蜘蛛有小蜘蛛啊，烦死了。为什么会有小蜘蛛就没孤立无援了呢？这也太克了吧！啊，这也太克我了吧！我觉得这不合理。凭啥整个破小蜘蛛就能没有孤立无援了呢？我靠，这里头有眼儿，蜘蛛。你给我等着，蜘蛛啊，蜘蛛。好嘞，今天指定没完。跟我在这里皮啊，里皮，李时珍的皮呀、啊！我夜宴之风出来了，出完我们来个收集者，收集者出完我来个大影魔刀，我让你的蜘蛛打不着我。蜘蛛，来了蜘蛛！哎，我等的就是你这蜘蛛，你这老蜘蛛！居然被女警给杀了，我不服。我是真是不服，这大树怎么了？这大树，这大树旁边是有人啊，还是咋回事呢？我打他来，打不溜来，捡个树，掏 A 死了，一
一上来掏 W 三秒 W， 我上了，蜘蛛呢？就你叫蜘蛛啊？你那蜘蛛，你爱上不上？你的蜘蛛，给我杀蜘蛛！不杀蜘蛛，杀蜘蛛！必须杀蜘蛛！今天，今天必须得杀蜘蛛。